典歌曲推出了中文版本。日本超夯女子团体 AKB48 日前推出第40支单曲，首周销售高达167.3万张，成为最新一期公信榜单曲冠军。而3年前的经典歌曲《仲夏的 Sounds Good》，近日更被中国的海外姐妹团 SNH48 翻唱，改为中文版的《盛夏好声音》。为了 MV 的拍摄，每个团员都穿着比基尼上场，散发浓浓夏日气息，大秀好身材，吸引不少粉丝的目光，更引发中日网友热烈讨论。成立于2012年的 SNH48， 目前共有75名团员，和 AKB48 一样，每年举行人气票选，在上海虹口区有专用公演剧场，甚至还有官方手机 APP 口袋48，能和偶像及时互动，让他们在中国迅速窜红。主打青春活力，与偶像一起成长的企划理念正在亚洲地区发酵，不止帮经纪公司赚进大把钞票，更成为女孩们的圆梦垫脚石。三立新闻徐正道。